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把你的产品或者广告信息在全球最大的搜寻的 Google 首页自然排位展示出来？我们讲零成本。Google 和 YouTube 带来300多万的搜寻，是讲的每一分钟。我们先分析一下互联网每一分钟的海量数据变化。YouTube 上传72个小时 video。我们要3天不眠不休才可以将我看完。Google 搜寻季到200多万，域名增加70个，网站增加570个，邮件服务发出2亿封邮件。在这个海量数据里面，我们怎么可以脱颖而出？我们就要借助 Google。 我们试一个关键字 Waterly Hippas， 是热升华行业的转印机的专用名词。我们其中一个关联产品 Google Pass Waterly Hippas 是我们其中一个关联产品，我们全球排名第一。重点在于我们下面 Google 冠名排位，用我们这几年的用心经营得到的成果。这两个关联的连接，它带来30000多个外联。这30000多个外联里面，每日都产生不同的能量，在这个过程里面令到我们在 Google 那个排位权重增加，从而令到我们全球排名第一。因为今日没一个媒体可以代替视频，我们今日讲的 video marketing 就是视频。因为它可以很透彻，让我们的观众，让我们的买家，让我们的客户很透彻去认识我们的产品。我们再看一看在 video 的页面，10个连接里面我们占了8个，我们回去另外一页，那情况都是一样。回去第3页，那情况都没改变。回去第4页都是一样。第5页都是一样。在5页里面我们都占了 90%。 大部分海外的朋友，他要购买这个设备，他要观赏个视频，基本上都是由我们提供。在个过程里面，我们先不谈业务，先不谈生意，起码我们赚到个知名度。他要认识这个行业，认识这个设备，他都知道这个视频是由我们提供。在个过程里面，我们的知名度不断地增加，让我们在个行业里面的权力越来越强。所以我们今天讲的 video marketing， 确确实实不是离开我们很远，近在咫尺。只要大家停下来，重新定位，重新思考应该怎么去做你的 video marketing， 确确实实真真正正做零成本全球接触。因为 YouTube 是全球第三大的平台，这个是不容置疑的。我们透过这个平台，我们每一年都可以拿到相当数字的业务。我们已经没有在 B2B 里面，我们亦没参加展会，我们是不断用 video marketing， 透过 EDM， 透过 social media network 去分享我们的视频，令到我们在全球排名第一。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一个平台 Hottus Channel， 这个平台亦是唯一一个可以走入中国市场的平台。我们保证，我们承诺，在大家的视频或者广告播出之前，我们绝不加插广告干扰，让你们的广告或者视频在你的客户面前直接展示。同时我们已经有手机版的版本，人客无需要下载任何 apps 应用程式就可以直接观赏你的广告或者你的视频。在接下来的5月20日，我们在香港工业总会举办一场研讨会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场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视频推广，重新出发。日期是5月20日，时间是下午3点至5点，是香港中工业总会会议室。如果大家对这个研讨会有兴趣，请大家抓紧时间去下载申请表格。多谢大家。